赤裸的字的解释是赤裸裸，它不只是把衣服拿掉的裸体。我们讲赤裸裸是说，我喜欢跟一个朋友赤裸裸讲话，不要掩盖，不要有很多心机，不要绕来绕去。你知道在大人的世界话都不会直接讲，所以大家都在作假。那我们有这么多的伪装了，那在这个裸的展览里，我们就赤裸裸，我们讲话就赤裸裸，你喜欢你不喜欢你就赤裸裸的讲。那我希望这个岛屿有赤裸裸的勇气，有赤裸裸的诚实，所以它就不只是我们讲身体的裸的意义，还包含了心态上不要老是伪装，就让自己赤裸裸。那我觉得那是一个真正的自由，一种真正的解放。裸泰德身体，台湾唯一只在高雄。